什么是善啊？在稻草什么是善？自尽其意，对吧？因为我们有习气欲望，每个人都有，停下你的习气欲望来，然后呢，去利他，去帮助别人利他，还有就是遵守稻草的稻草一带民间有什么规章制度制定了，未来会，未来大家要是真正开始修破这些的时候会，你看着现在啊就比较乱啊，是吧？但是就是有时候大家，幼儿园都是这样的啊，因为大家都这叫放养嘛，就是幼儿园，因为要天性。要各个人的天性要迸发出来，不能压抑啊，本来修行就是这很压抑的事，如果真管得严，不让坐这儿，不让吃饭，要不要露就是剩饭，这些有点太压抑了啊，就觉得这个时空太压抑了。因为大家都人到中年了，其实自律能力都也很强，有很多的苦，就是大家真的很苦，就是当然这种苦有的是稻草带来，有的是在生活里已经很苦了，我不忍心大家再因为学佛更苦啊。虽然学佛有些戒律是要持的，有些规矩是要做的，因为你不然太放逸了，但是在大家没有真正的发出出离心，真正的想成佛之前，那就是束缚，所有的规章制度就是在苦上加苦了。还有你们就是有时候坐在这儿，在没有任何就是功夫以前，然后再加上戒律，再加上规矩，再加上师兄们的全世界各地师兄们过来的碰撞，因为习气爱好啊欲望太各种，然后都觉得对方不像佛，都觉得对方有习气，是吧？因为很多师兄们就是都是带着一些病态过来的，就是有些师兄嘛，他就是在生活里有创伤的，内心都经历过很复杂很创伤，在某些方面是不能碰的，哎，你碰到了他就疼，他就开始咬你了啊，就骂你啊，或者是反抗啊，怎么是就，这个时候就是互相的，就是无言的碰撞也很重要，不是真的是打仗啊什么，就是你坐在这儿，你有时候会感觉很难受，知道吧？有时候会觉得哎呀，不在道场还没那么难受，而且打坐也坐不住，你知道吗？有的人只要在道场反而坐不住，在回家在其他地方偏远的地方能坐住，有时候待在道场留在道场反而是。在其他地方有时候能坐两个小时，在这儿可能能坐40分钟，有时候更难受，而且在外边没事儿，一进这儿就反而哎呀，就觉得好烦呀，或者是哎呀和，但是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场强啊，场的碰撞啊，就是场特别强，强烈到它是有场，这个场不断的在校正你的东西，所以你的欲望会。所以很多的场越强，你打坐的全身的气脉都在转，知道吧？所以你很难受，你知道，有时候你反而坐不住，放松不下来，反而它是一个场导致的影响。因为它道场的原因就是很多人来到这儿，就算不管他是做善行恶行，在这个世界各行各业做什么，一旦进入道场，他是奔着佛法来的，所以他的心就往这个佛法里边往这块汇了开始，所以他见闻觉知想的问题不要，所以这个场是大家形成的啊。所以在这个场里边，你有时候尤其如果是大家修行在功夫再高一点，这个场里边明的就像镜子，每个人的习气真的过来就照见了，就是你会发现你说啥也不对，你做啥也觉得自己好丑陋，觉得自己不好，会否定自己，否定自己的时候你不会爱任何人的，不会爱这个世界的，很失望很绝望。当一个人否定自己会很失望很绝望，最难的是当你们在这个道场付出一切的时候，比如说拼命的干活，拼命的做善行，然后你还否定了自己，因为没有人认可你欣赏你。哎，比如啊，举例啊，哎，比如你做了很多事啊，你在打卡，又擦桌子，又扫地啊，不停的砍树，收拾官房，你们去收拾，然后你永远冲在前边，觉得哎，不管是不是功德，反正在做啊，反正就当成自己家在做啊。但是做完了，还有师兄骂你，还有师兄去评价你，你跑那么快干啥，是吧？功德全让你得了，我们得啥，是吧？啊。当然说有的是师兄是这样说的，有的是嫉妒，不管怎么说啊，那众生的舌头嘛，是吧？语言无量，
是吧？那有啥呢？让他说吧，他这样说，这样说，这样说，上下左右的绕嘛，是吧？那你为啥要听呢？是吧？然后他这样说，哎，你说我功德也不要了，我这些苦劳，你好歹你得说句好话呗，你好歹被师兄们认可呗。但是你发现，有时候你做的越多，过越多，知道吧？哎，好像师兄们越不认可你，知道吧？你啥也不做，有时候躺在家里出来，大家还哎你好我好，都笑的，是吧？你做的跑得快的，哎还挨骂，是吧？还有师兄们骂，到底为什么，是吧？是不是？哎，你就会说，他妒忌我，他就是气犯了，是吧？事实是不是这样呢？就是，他就是有这个毛病，是吧？他就想骂你，是吧？妒忌。好，问题是你怎么样认为呢？我在消业，因为我干得太快了，我在消业，所以师兄们永远有习气。他说你永远就是，但是你永远在消业，你永远在消业。这个芥蒂可以让你成长。这就像我问你们，你们被进转吗？转，你扔啥呢？你不要扔，是吧？不转，我在空心里边，我无形无效不动，是吧？师兄骂你有习气，你扔啥？你管他习气是吧？那习气你又改不了人家，人家习气犯了，你还管？他说大家都有病嘛，是吧？都是来治病的嘛，是吧？他那阵病犯了，你是医生嘛，是吧？或者是你为啥把你也绑在病人的那个跟他抗衡呢，是吧？你马上就是哇宵夜啊，我刚做了功德就有人来宵夜了，哇了不得，说我看看我明天能登个几地，马上就这么狂喜呀、啊、狂喜呀、啊、爱喜呀、啊、他要骂得不欢继续过来再骂两句，是吧？你这样子你再啊这样子你看以后再也没人骂你了，说不能让他再批，肯定没人说你们，你们的观念一转就没人骂了，知道吧？就是那样。我不会游泳，但是我很喜欢冲浪，我很喜欢看那个冲浪的呢，就是有些尤其女孩子站在那个冲浪板上啊，那个浪好高啊，然后哗，哎呀，那浪把它没了，一会儿露出来了，哎，我觉得特爽，哎呀。就觉得那个女的站在那儿肯定很爽啊，跟那个浪花啊也碰撞的那种，因为浪花没不了她，浪花是在她心中浪花是跟她玩的哇，浪花是软的，她从那浪里边又探出头来，就是哇，就我觉得这个事情挺好，比登山好，是吧？但是我不会游泳，是吧？所以只能看看。我们在生活里遇到烦恼的时候，你就想冲浪，你在那儿生活还是让你露出头来看看，怕啥呢？不就是十二级了吗？三级浪、四级浪、五级浪，你就当了个踏板在那冲浪呢。人海茫茫，海呀、啊，是吧？在人海里边冲浪呢，有人陪你冲吗？没，谁陪你冲呢？十二级浪谁敢冲？你遇到鲨鱼了吗？遇到了是吧？遇到鲸鱼遇到了，也有帮你的，也有什么没关系呀、啊，是吧？在人海里边去，先去冲浪。勇敢者才有同行者，永远有天有个同行的跟你一起冲，有三个同行的、四个同行，慢慢慢慢大家就理解了，是吧？也没有什么是，大家都有习气，没关系。先不要嗔恨、抱怨，啊，先不要，哎，这是个道场，知道吧？大家共同在这儿要成道的，是吧？在人世间，我们已经习略了很久，锻炼自己。首先保护自己不要被骗啊，在人世界都已经这些技能我觉得学的也差不多，现在抖音上经常教，网络上经常教啊，是吧？有时候还有利用这些人际关系做事啊，互相利用啊，就是这些，因为不用咋做呢，是吧？因为自己又做不完嘛，很多哎，就是但是自己你们有慧眼啊，你们知道就是怎么去处理，在人道爱人道的处理啊，去入者，但是你要成佛的啊，有些事他就清楚知道就行了，心里啊、哦，但是比较难。大家刚开始真的都像勇士。当你看到啥了，见闻觉知到啥了，然后自己不失望、不受伤，还充满希望的冲浪。哎呀，又没有快乐可言，是吧？也不知道快乐为何物，是吧？就觉得挺难的。所以我经常看到你们挺难的。哎呀，看看大家。有时候觉得还活着吗？
竟然降低到这种程度了，说是哎呀，没问题，大家都问谁也是好，都好，是吧？嗯，因为不知道不好是啥了，是吧？喜悦从何而来，是吧？内心有时候看小孩子在那说六一儿童节，大家都在笑，小孩子笑不要理由的，哈哈，看见啥也笑，因为他就是快乐的化身，就是他就在笑。我们还要寻找点笑料，我们为啥笑？我们在寻找欢乐，小孩子就是欢乐。你在寻找，你在人世界寻找欢乐，竟然你忘记了你本身就是欢乐，欢乐就从你那儿来。你寻找从哪寻找到欢乐？这个世界生老病死、生离死别一大堆，你从哪欢乐？战争、瘟疫是吧？死亡每天都在看，你从哪寻找欢乐？欢乐就在你那儿，小孩子啊，童心啊，是吧？你寻找啥？去哪寻找净土？净土就在你那儿。寻找说这个时候，这个世界有没有雪中送炭的？有没有无私的？无私的就在你那儿啊！你要想在这个世界寻找，我告诉你找不到。就算释迦牟尼佛、观世音菩萨坐在这儿，你也看不见。你看不见，你体验不到那种东西，知道？体验不到那种无私的东西，它就在你那儿。只有有一天你是完美的，这个世界才会完美。你无私，你才会看到无私。哦，这个世界是恶的、善的，关你什么事？是吧？你不是修行人，你是空性的、无形无相的。无形无相怎么有善有恶呢？现在你在修行啊，我释迦牟尼佛教你的不是在人道怎么做人啊，当然佛法做人这件事是你在善男人善女人的基础上，那是老师同学家长要教你的东西了。现在你要解脱轮回出世功，是在了解宇宙实相，这也是灵性的需求了。嗯，所以我们有时候有一句话说，曾经有一天有个师兄过来说，老师你们好像不太教大家怎么做慈善。我说我们这儿不用教，当你学第一地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是慈善这种事，你觉得不应该做吗？还有教吗？你有能力你会做，是吧？但释迦牟尼佛不是教慈善家，不是教人做慈善的，是啊，他是度菩萨，他是度菩萨解脱、度菩萨道、度菩萨成就无上正等，这就了知宇宙实相的。但是高高山顶立，最高的直接在那儿，深深海底行啊。我们在人道啊，你是父母所生啊，你在地球上吃这喝这的水啊，国土恩啊、父母恩啊、众生恩啊，没有众生的碰撞，你成不了佛啊。所以有一天上报四重恩啊，下济三途苦，地狱畜生恶鬼，因为跟你的兄弟姐妹还在那儿啊，轮回啊。你以为不是你兄弟姐妹？生生世世你轮回了那么多世，哪个不是你兄弟姊妹？下济三途苦啊，是吧？下济三途苦的时候，不要忘了人道啊。哎呀，我就等着渡恶鬼呢，我就等着救地狱呢，是吧？地狱道没找我，恶鬼道没找我，畜生道我也不吃肉了，是吧？那人道呢？是吧？救度人道众生啊，帮助的。当然我们能力小，我们永远觉得自己能力小，那就先把自己救出来。能力小先救自己，你总能救自己吧。所以要做这个世界一切善行，就是自尽其意。佛的自尽其意就是佛学善啊，这是佛教里边的说的善啊。能求无上正等觉，求佛果解脱轮回，这是佛教的善啊。佛教里边净化你的六根，改变你的习气跟欲望，清下你的欲望跟习气，这就叫善。否则你的习气欲望很重，你做的每一件善行里边都目的性很强，你都在求回报，所以你的善行里边不圆满，你的善行里边是有恶的，所以你的善的功德跟果报呈现不出来，在善位。你的善里边自私的东西太多，所以善行的功德不圆。所以佛学最高的功德就是三轮体空行善，知道吧？金刚经嘛，说功德最大。当佛谈功德的时候，真的是鼓励我们，
因为光谈空性大家了解不了嘛，所以给大家实际的，大家但是还是体验不到，说我也做了三省煤工等，我好像我还苦啊。很多人都跟我说说，我好像做了很多善事，我也做了慈善，我捐了钱，我做了很多啊。我修供养，修布施啊，修就还寺院建了佛像，建了大殿。为什么老师我爸得了癌症，我家里还是苦啊，我还得了病，我孩子也不行，我家人也不行，为什么？就功德为什么呈现不出来？一个是你在做善行的时候，两个月，一个是你在做善行的时候，里边有太多习气欲望了，太多自私自我的东西了，所以善的功德呈现不出来。还有，你在享受善报的时候也不快乐，因为你想要别的。虽然此时此刻你在善报之中，但是你快乐吗？当你拥有这个世界，今天晚上吃饱穿暖，你也有床睡，你又听着佛法第一地的时候，你快乐吗？你知道此时此刻你在善报之中吗？你的善报正好成熟了吗？但是你不快乐，为什么你不快乐？因为你带着习气欲望坐在这儿。所以当你的自私、习私心、习气欲望、贪嗔痴慢疑、抱怨、嗔恨、妒忌一直在这儿的时候，你在享受善报的时候，你也是痛苦的。所以很多人有很多钱，很痛苦，他有500个老婆，很痛苦，是吧？他觉得哪个也不爱他，你知道吗？他有很多钱，那会儿皇帝不是3宫6院72妃啊，加起来有500个吧，是吧？他也很痛苦，他叫寡人，孤家寡人，说谁也不爱他。他有国家的权力，他也很痛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带着习气欲望在享受善报，他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一点点习气欲望，所以善报熟了他也不快乐。享受善报哪有那么容易啊，是吧？就算把全世界给了你，你也苦不堪言，你觉得咋管啊，累死我啊，谁干的，是吧？一个当然说什么也没有，你更苦，是吧？啊，你的欲望一点也满足不了，你好像说为什么啊，媳妇叫什么愤青啊，或者什么，都是说因为拥有的太少，很多问题都是因为自己啥也没有，仇富济贫都是因为自己贫穷，是吧？所以凭啥？凭啥？凭啥？我比他强？为啥？为啥的？他就比我，他就啥也有，妈富二代光，为啥他就一出生啥也有，我就穷成这样？我比他哪儿都强，我奋斗了，我做了所有的善行，然后他好像福报比我大，为啥？就是善报少了嘛，是吧？但是就是这些，有时候我们在，其实我们很平静，有时候所以福祸相依，就是人性里边啊。所以当你真的发心去做一件善行的时候，清空，把自己的善始善终，让那个善圆满，就是在你的善行里提下你的习气欲望，不要求回报，不要求，但回报一定会来。当你有能力做这些事的时候，这就像你们今天在打扫官房，你们大家都在付出啊，在这个道场啊，不管你们是怎么想的啊，是认为是应该做的还是不应该做的，那么你在做，是吧？我在家睡啊，我因为我不能打扫，因为我的身体不好啊，我有情有可原啊，可能是我身体不好，今天我呼吸不畅啊，大家都在包括说啊，老师你就不用来陪我们打扫房间了，是吧？你就坐这叨叨吧，是吧？你做你能做的那点啊，是吧？大家都互相体谅吧，是不是？就是这样，因为我们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嘛，是吧？在你举手之劳的时候，就是我还可以说话的时候，我如果不把我的东西分享出来，是吧？那就我就分享我的东西嘛。当我有一天我连话也不能说的时候，那肯定你也听不到，我也不能说，我连这个善行都做不了了。当你们有能力还能爬高爬到树上砍树的时候，你们还能搬桌子搬凳子的时候，你们还能扫地的时候，还肺没出问题，灰尘戴个口罩就能屏蔽的时候，你们就去做吧，是吧？那是你们的举手之劳，因为你还活着，你还有那个能力去做这些善行。有一天你这个腿胳膊你都动不了，你年龄大了，你让别人在搀扶，这你完全依靠别人的时候，你想做也做不了了，何必呢？是吧？为这个世界做点事，还就算你不是个修行者又怎么样呢？
那都是为自己做，那才是你能带走的东西，剩下的你都带不走。功德能带走，知道吧？那是在业力里边并着功德善行能带走，善恶却带走了，功德能带走。嗯，所有的东西都是你付出的都带走，你无私的付出的全部带走了。如果你在道场想得到别人的尊重，你们想到别人随境那么好听下你的习气欲望来，你不用太聪明，所有师兄们都会恭敬你，你不用用你的手腕去射受别人，所有的师兄们都会恭敬你，都心服口服，叫厚德载物，知道吧？你的内心纯真天然一丝不染，把你最真的那一面呈现，不是说真的你就是没有一点点妄念，或者是不是那样的啊、哦？你的习气欲望停下来，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会尊重你。是我们真的是做不到，我们在要求别，我们很多事都在要求别人，都在要求这个世界变得很美好，但恰恰不知道是我们的习气欲望发现了这个世界，它跟我们是同步的。当然也不是我们做了坏事，是你的习气欲望再加上你所知道的那些芥蒂，你永远不知道佛之间，加上你人力知道的那些芥蒂，才发现了这样的时空。有时候大家就说，哎，为什么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事那样的事啊，你就知道了，不是你碰到，是你发现了那样的事情，与你的起心动念有关。嗯，你的起心动念就是那也就是说应众生心应所知量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，你的起心动念，你想怎么样，你在做什么，你在想什么，你的居士你在做什么，嗯，的业力就呈现出来了。嗯，你走到哪都是这样的，只不过换个形象而已，今天是张三，明天又会李四。啊，你在寻找什么？就是，就觉醒啊！你就不断的要闻思修嘛，经常要思考人生的啊。就是世俗人是思考，世俗人经常会思考，我怎么样做生意，怎么赚钱啊，怎么去谈恋爱，怎么去得到别人的心，在心中有位置啊，怎么样征服别人啊，射受别人啊，怎么样。还有我怎么样拥有权势啊，世俗人是这样想的。佛弟子怎么想的，是我什么时候能了解宇宙实相，我什么时候能明心见性，我什么时候能得定得止，是空性到底是什么，如来在哪儿，我为什么我不知道，佛到底在说什么。